咨询。今天是可以，这是本周衰运的开始，请讲。就是他彩排的时候断字，然后就是怎样，我有点忘了。彩排断字，然后就是换完之后调一调，上台，然后弹弹，音走一直走，然后一直转，然后又断。演出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上礼拜，所以不要笑人家。我们上礼拜去演那个。没有，我知道笑他们，因为我断完了。呵呵，白频率。那个，我们上礼拜去拉米狗，然后拉米狗，我们去拉米狗唱歌，然后这个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玩乐团吗？因为我们体育很烂，从小到大没有跑过大队接力，就是这么烂，小时候被霸凌。然后呢？那时候不是跟你聊说，我觉得弹乐器也是一种运动。然后你说你叫我下去跟球场那些人讲。对啊，球员听到你说弹琴运动会揍你哦。他们跑，他们投时速100多公里的球，哎，那到底是什么样？什么 S 级怪物才丢出来的东西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就是，然后我们住，我跟鼓手住那个台北那个旁边有天母棒球场，就那个附近。然后每次讲出来都被呛，然后这个就是我没有看过，没有进去那个棒球场看过棒球。然后上礼拜就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在那边一直调我的弦，就一直走音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干话，就说我好像没有从来没有看过棒球比赛，结果好像就有个阿伯很生气的骂我，那你就是土包子。然后好像因为我真的很急，然后我很焦虑，我没有发现他在生气，然后我就很悲哀的回答说。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土包子，就超生气。阿伯，如果你有来干燥剂，就拍谁啊？拍谁？我真的很烂，我真的是土包子，我就平常擅长感冒而已。好，下一首歌是《黑脸香》。
出口，漫步在灰暗紫色的天空，梦境中的我没有脸孔，我不到轮廓，再走再回，梦境远远的我们，下路吧，冲破躯壳的枷锁，要不到我下手的手，别再挑衅我，让我伤我的自由。少年，我们剩最后一首歌，青雨。